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起得比较早，那么这期的视频呢是一个开箱视频，开箱呢是这个谷之乐官方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水果麦片，总共呢是三种不同的口味，这个呢是坚果莓莓片麦脆片，这个是酸奶味的，这个是水果味的。那么谷之乐呢是中日合资的企业啊，它的这个水果麦片呢都是这个无色素无添加剂的，老少皆宜，不过七岁以下的小朋友一定要在成人的监督下食用。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三种口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。这个水果味，来开箱，不小心开了一个洞，直接尝一下看，它这个有燕麦片、植物油，然后低脂果糖、全脂乳粉，哇，干脆，好像还不错的样子，酥脆酥脆的。家庭有限，没有准备这个酸奶，只有那个纯牛奶，一下用纯牛奶来泡一下看。接下来我们尝一下这包这个水果麦片，它这里好像有这个葡萄干，还有这个椰子粒，还有很多这个南瓜籽仁啊，还有腰果仁，这些等等啊，都是营养搭配很均衡的。啊，你看一颗一颗的，像吃零食一样的感觉。倒入牛奶。OK， 我们先用这个牛奶泡这个水果麦片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草莓还是挺多的。然后这些水果麦片呢，里面的量很充足啊。这种是那种减肥代餐产品啊。嗯，口感不错。这个草莓干很酸很脆，OK， 那么我们刚才呢试完这两种口味了，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最后一种口味，酸奶味的。OK， 这个酸奶味已经爆了，尝一口看。这个呢是这个酸奶味的，有点酸酸的味道，里面呢有这个黄桃酸奶块，吃起来呢还是挺可以的。 OK， 三种口味都试完了，感觉吃一下子就饱了啊。这个作为那个代餐品呢还是挺不错的，吃起来呢都很酥脆，还有很香啊，还有里面它的各种水果干那个分量也是非常的足啊。OK， 行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。